好啦，要带你去见你的主人了。削完整个制造过程过后，没有理由没有收行收到这样奇怪的礼物的那个 surprise 的表情。其实会做这个这样奇怪的礼物送他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之前我有因为好玩就做了一个临时花束给一个朋友，在做那个花束给他的时候，就有在群里面跟朋友全部 share， 然后当时所有人都笑我，只有今天的这个寿星他就会很支持我的这个举动，哎，他会觉得很好玩，是一个很好玩，所以我就当时，哎，这个朋友是可以玩的，所以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了。因为他很喜欢吃炸鸡，当时他也发了很多的很奇奇怪怪的花束给我，就有什么榴莲啊，什么花啊，什么菜啊，甚至啊，其中一张就是那个 KFC 的花束，所以当时我的心里面就有想要当他生日的时候要捉弄他，然后我也有讲，随口这样讲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今天忘记了，完全就因为很多个几个月前的事情嘛，然后他应该是忘记了这件事情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把这个东西送他的时候看一看他是什么的表情。我真的超级期待看他那个又气啦又好笑的表情。好，我们一起去 Let's go， 现在要出发了。我的电话很远耶，我这边去还要半个小时。好吧，为了看这个表情没有办法咯，出发吧，等一下见。其实林基根本就不知道我会出现的，因为我的工作时间关系，所以基本上他们的聚会我都很少 join。我现在找不到他们，对呀，没有错啊。可是我没有看到他们，所以我现在跟他 just contact， 然后我要保持什么姿态进去给他这个酱花嘞？有看到啊 ，looking someone， sorry， 他们已经换 location 了，但是没有人通知我，很丢脸呢。刚才我去，还好没有打扰到人家吃东西，所以现在我要过去找他们，在另外一个方向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哎，很样衰，拿着这树东西走来走去，我到底是要捉弄他，还是捉弄到我自己？啊，在哪里？哦，我好像看到了，在前面。好，计划照旧，行动。我给他们玩惨，我看到主角了。